的福祉。三得到以后，绝不将求得的三宝告知任何人。三宝必须在庄严的求道过程中，天命名师传授给我们才有真实意义。若由我们泄露给其他人，则不但毫无意义、毫无效果，我们自己也违反了天律。的良心愿合乎人人本具天赋的良知良能，所以我们人人都能够做到。真诚实践良心愿，也必须滋润我们求道时种下的智慧、慈悲、清净之正因道种，使它顺利萌芽、开花、结果，才不至虚度这千载难逢的求道修道良辰。值得一提的是，我们能顺利求道，原因之一即是沾了祖德的光。是故上天开恩，只要我们修道有恒，则我们的祖先也有机会可以求道超生得救。我们的子孙义的印地，对父母祖先敬大小，这是最好的机会。只要具备以上条件，则无论任何国界种族宗教信仰的人都可以求道。欲求得先天大道，脱出轮回之苦、地狱之灾、世间